的说法，他的身体老师倒了两天，然后到图片来说这个身体，我们只好用这个图片来表示。我想问同学哦，我想问同学，你们看到了什么？我们现在聊天室吗？我要用这个方法把你们的把这个问题的把它带出来，然后来聚焦聚焦是什么？好，快递很好。红兵说快递员很好，快递员。还有没有除了送快递呢？还有什么？你们想想，除了送快递，快递还是什么？你们联想到什么？快递你讲什么？送外卖的很好。快递干什么？对，然后送外卖。讲什么？你那个什么？小哥店员很好哦，你们的答案非常好。还有吗？那你觉得说他要送什么东西？他要送什么东西去给他的家人？有没有？那个不要这样说。我说他要送什么东西？他要送点心给他的家人。但是呢，他不是说在他的计划内的，他是很特别的，那个很特定，是很讲。老师可以讲特例，就是说不是计划好的，就是专程的，他很特例，我要把这个东西呢送给他的家人，或者是说把这个东西把这束花送给他的家人，所以我们叫特例，好吗？我们就请一个人来念，聪杰你来念。特例 for a special purpose。来，那个特例的例子。说你有想要把这个东西送给别人的吗？就可以来看你的时间，把你上班的时间排开，特别用这个时间去送这个东西给我的家人，这个叫做特。所以你看哦，男友特意骑车送点心给家人吃，喝不来的，因为这一个重复难解释，很难解释真的。来，我们再看下一题喽。请写上去。好，他刚说警察，小雷说警察很好哦。空姐说警察，你那警察不理事。还有没有啊？还有没有人要写啊？除了警察，你们还联想到什么？其实全部都可以写，用句式翻开比较这个答案，对不对？好，警察叔叔很好玩，你家里的守则。好，可以啦，这是你的想法。来，还有没有啊？有没有人要写啊？